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现在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啊，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如果加加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那么第二这个单元吼，来咱现场电话0800-29-777-138，现场电话0800-29-777-138。来，咱来看。社会新闻啊，那么这些社会新闻，这两天啊，上个夯的就对了哦。那么就是炸弹客出境，哦，怀疑有人指挥。来接应，所以昨就伫个讲的时阵，俩炸弹客疑似出境啊啦，啊，这都你甲看，啊，昨讲的时阵，俩啊，什么迄个两个兄弟啊啦，已经涉嫌啦，吼，已经吼啊，走出去啊啦，你甲看，啊，结果哩。啊，结果今日新闻伊阁无讲啊哩，吼、哦，所以我定定伫个讲，看新闻爱有智慧，吼、哦，唔好互人安尼拖喺咧说。啊，这是《中国时报》吼、哦、台北报道，高铁列车
啊，甲立委罗家成服务处十二日被放的行李箱炸弹案。那么检警根据监视器画面，以车对人啊，那么认为专案是精心策划，而且的时阵预谋，以这个授意，吼、哦，啊来攻击事件。那么两名炸弹的这个歹徒，两礼拜前以人头证件。啊、来买车啦、哦、那么当天为南部北上、啊、来翻案，那么七点钟久内面完成任务了后，怀、哦、疑对高雄机场、啊、来变装从容、啊、来离境，从容离境，怀疑无后有人指示、哦、指挥接应安尼啦。根据唐机场外的这个民间停车场画面，两名歹徒在两点四十分到这个停车场，分别各摕着两个一大一小的这个行李箱，啊，甲随身的这个背包，哦，其中一个人。戴着墨镜，穿一件白色的这个短袖，体型亲像甲立委服务处藏炸弹伊的这个假警察。伊无用偌生车主的这个签名，吼、哦，并向停车场柜台表示四月十九日。回来台湾，另外一名男子的孙子娘头戴帽帽，哦，神色比较的，哦，较惊吓呢，安尼就对啦，较慌张啦。那么十五分钟久了后，两个人坐停车场的这个接驳车到第二这个航厦啦。啊！机场监视器清楚，啊，去拍到伊的这个身影。警方专案小组昨早起赶赴桃园机场，调阅到这个航站伊的这个监视器，全力追查两名疑似这个炸弹客伊的这个行踪啊，甲去向，并且。协请移民署过滤当时坐飞行机旅客的这个身份，初步了解，因为两名疑似炸弹客的这个身影被监视器清楚啊来拍到。那么警方顺这个影对人中间啊，但是嘛无排除歹徒。告报这个疑点啊！哦，当然啦、啊，嘿，无一定的孙阿娘，敢那伊咧讲的，啊，着坐车要出境去啊，啊，其实无影，啊，搁坐长啊，互人讲啊，这两个都走出去啊，安尼啦。啊，那么这两个这个形影已经有互监视器翕过一遍啊，应该这个。这个有关办案人员，吼、哦，应该要赶紧的，将到伊的这个，算讲相片，赶紧分头，哦，啊来找资料，看这个是不是台湾人，也是外国人。那么，但是嘛，无排除歹徒，吼、哦，故意的时阵呢，布阵就对了啦，啊、哦，
警方专案小组前工，根据土城立委罗家新服务处外口监视器所翕的这个车辆的画面，过路同款的这个车号，吼、哦，也是呐，到出现十二日当天，伊这台车的这个行踪，并且顺线伫个这个桃园机场，而这个外口，就是大园民间停车场，找到歹徒作案的这个车辆了后，运回刑事局啊来监视的，啊监视就是看。有咧手痕无啊？对唔对啦？就是安尼生啊。但是个什么监视人员发觉歹徒啊，敢若早已有准备啊啦，吼、哦，将着车内清理甲清清楚楚，像啊个清清气气就对个啦。吼吼、嗯。那么现场都根本都无留下什么什么遐指纹啦，吼、哦，啊个啊是讲。有具体的这个机证，安尼就对了，吼、哦，无迄个迹象。那么依据我，吼、哦，专案小组根据车号、官网的车籍登记，的这个男性男子，伊的这个厝的啦，确的孙安尼，吼、哦，铺了空就对了，总共去都无滴个啊。到个的孙啊。昨昏中午才找到罗姓的这个兄弟啦。那么因后人涉案啊，表示出借人头，账户给别人就对了啦。哦，和原本以为讲会当突破这个案情的这个监警，空欢喜啦，好对不对啦？啊，伊讲安尼对了啦。哦，以车对人啊，这无唔对啊哩。啊，结果原来。原来是人的孙安尼，无伊的名啦，去买啊，去借一台车，还是去买一台车，应该是借的啦。哦，那么运行李拢带这个手套啦，哦，所以伊在歹徒在想的拢真周密就对了。当然的啦，啊，但不是啊，参乎恁在讲的这个贾一涵讲，对不对？讲到外神秘的，讲有计划什么样，或讲到，哦，那参乎这种有计划啊，吼、哦，对不对啦？那你要查啥呀？那你查一个指纹嘛无？讲对不对啦？即马就看伊人啦，吼、哦，看谁捌伊啦，即马就赶紧的啦。赶紧安怎？赶紧悬赏啊！那知影这个是谁，赶紧来报啊！对不对啦？那是这个人，那报的人计算安尼啊？看是要新台币50万、100万嘛？对不对啦？恁警方拢用这套的，你是不是安尼先？啊，人讲的算安尼啊？用钱啊，就用户啊你，哦。不过的时阵啊，专案小组依然根据当初的这个车辆交易资料，查访到这个买车的这个状况呢。那么伊有所掌握。那么专案小组伫咧讲，歹徒刻意购买有大空间的这个旅行车啦，在车内放置四个。行李炸弹，啊，甲四个个人的这个行李箱呐，拢总的时阵啊，八个行李箱呐，确的时阵啊，无排除是避免遭到路检呐，哦，这的时阵呢，来过这个警察的。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
啊，佮戴上即个手套，吼、哦，伊个思考是什么？相当的即个周密，鉴定强调，目前请彭警局以及到移民署警管单位过路清查旅客的即个名单，除了毋是炸弹客利用假身份坐飞行机出境，也若无真紧就会当查出因的即个身份。即马就是讲，炸弹客那是搁摕到假护照就对了，吼、哦。要那安尼出境去啊，都无法度啊！你对唔对？要那无真紧，就会当查出因的这个身份啊。当然啦、啊，我拄啊讲啊，是毋是台湾人啊？吼、哦，那这个两个那是讲外国人话啊，当要倒找，是毋是啊？头一边过来台湾做案呢？啊，当嘛无留下什么款的这个蛛丝马迹啊？对唔对啦？啊，若是台湾人，当然走袂去啊，对不对？走袂去啊，大家拢嘛有迄个大头走啊，对不对啦？即马落来找迄个大头走的啊，是不是安尼先？啊，你都走袂去啊，你哦。那么这个是原住民电视台啦报道，哈哈，炸弹案。那么找到嫌犯的这个坐车，哦，警察怀疑讲，唔那干那一个嫌犯就对了啦。当然啦、啊，咱即马就看到两个啊，咪拄仔都讲两个啊，对唔对啦？哦。啊、所以这个原住民的这个电台，我看伊这个记者是不是啊，拢交换这个情报的啦？哦，这个、记者拢话呢，然后一个迄落吼，伊也是，啊，一人一张，哦，啊，拢同款，哦，拢同款。当然啦，边啊有当时啊吼，会小可甲盖起来啦，哦，就是安尼啊。所以嘛，才讲哦，你看新闻吼，爱注意啦。那么警方大批人马来到台中代理一栋社区的这个大楼，哦，涉及的孙阿高铁以及到立委服务处的这个两起行李炸弹案，车主拄啊好是一名这个牙关的这个男性，热心的这个男主。哦，伊这男主牙关啊，哦，那么专案小组干员将伊甲因小弟啊列为重要这个关系人啊。那么两个哦，拢带回啊来侦讯，哦，侦讯。原警到个迄个当时，罗姓兄弟啊，一个人外出。那么因小弟啊，拄啊好伫个困中昼，哦，那么伊向警方伫个讲啦，那么以客停车为业的，对作案的这个旅行车表示唔知影为虾米会出现伫个桃园机场的附近啊。那么这起行李炸弹案发生伫个12号。那么生大生是高铁发觉到列车有被人放汽油弹，那么当时车顶有三名国民党的这个立委了，哦，同一天国民党的新北市这个立委罗家新的这个土城服务处，也被放的
放两个这个行李箱啦。那么里面嘛是有汽油啊，甲电线、脑浆、等等这这个装置。警方无排除两起案件有关系啦。来，咱休困哦。我啉一下茶，稍等下再阁转来。来，我无醉，是你咧梦哦。我无醉，今暝我也袂醉，是伫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讲什么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心话袂当挽回。我无醉，今我也袂醉，是你的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讲什么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另外袂当挽回。什么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另外袂当挽回。是你的梦。
鸟，怎打醒阮忍耐？天口声，阴地来，何人心内有怨？情一生只好归暝，有时来看想着伊的人，天顶的月亮来照你阮心啊，希望你传予我一再念心内。想要飞去伊的身边，甜甜夜夜来陪，也想着你，只有你。在乎我身边啊，等何时会相会？家里。心痛诉说情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世上美丽的花开得多么可爱，
些花开，谁能明白？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时光不停地流，一去不回来。你曾经告诉我，光阴不再来。如今我已了解，对我那样关怀，我要珍惜你的爱，不会忘怀。后来，咱继续搁倒来现场吼。咱即摆所进行个节目是阿宏无所不谈。咱这节目是每礼拜一、拜三、拜五，下晡时两点到四点，由阮由小弟阿宏、诚恳，啊，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吼。来，咱继续，就是有关。这里啊，哦，这个炸弹哈，啊，这个案件，啊，那么这是《中国时报》啦，哦，在综合报道的，伊这是车主两个兄弟啊。哦，顶三关黑人排毒涉案啊！哦，本来就排毒涉案啊，是不是安尼先？啊，因为伊所翕的监视器所翕的，啊，就看较真清楚啊！啊，因两个兄弟啊，佫无伫个在场，而且个证明，啊，当然啊，都毋是因两个。来，咱来佮看内容吼。台湾高铁列车立委罗家新服务处遭受藏炸弹一案，那么检警长下晡伫个台中代理台约来约谈即个罗姓车主，啊，甲因小弟啊告案，那么两个人可能啊来涉案哩，强调车辆只是挂名嘛，毋是因伫个使用啦。那么检警嘛，伫个台中找到替赖吼，啊，伫牵线协助挂名买车的这个死姓的这个男子啦。哦，算讲伊都专门伫卖车。当然，做一个以重要这个关系人身份带回。啊、来询问啊！三个人伫个询问了后，已经被请回了。因为罗姓这个兄弟，啊，甲监视器的这个画面、形影内面，吼、哦，差异上伤过大啦。那么检警怀疑嫌犯另有他人呢、啊，嘛无排除嫌犯。案发以后已经迁逃出境了。
警方认为讲罗氏的这个兄弟失信的这个男子的讲法，啊，甲通联记录位置，大体啊拢有符合啦。排除罗氏兄弟啊甲失信的这个男子涉案可能性，吼、哦。那么罗某甲向的孙阿娘，办案人员表示，伊以为只是未证件，予人去申请暂将车牌啦，无想到会牵连到遮尔啊大全国瞩目的这个案件啦。而失信的这个男子嘛，可能参与炸弹案，表示有人找伊帮忙，才会找到这个落来啦。那么，伊透过相关这个人线索，鉴定伊列为下一步侦查的这个重点啦。那么，鉴定根据监视器摄到的这个车牌号码，查到车主是住伫个台中市大里区，甲因某啊来离婚呢，领有身心障碍手册，伊个即个53岁罗姓即个男子。那么伊平常时啊是伫个开客停车，有组织犯罪伪造文书等前科，甲伊共住伫个遐，啊，佫有担任送货员，啊，甲伊一个还未结婚的这个50岁这个小弟啊，啊，甲因老母啊，根据所知影的是，罗家兄弟啊，伫个这个警局的内面。伫个讲的时阵，吼、哦，因为伊这个车干是登记伫个伊的这个名下啦，吼、哦，算讲借伊的名啊去买车，暗算的时阵呢，干唔知是暂将的吼，伊、哦、的这个迄落应该是有一挂犹太的，吼、哦，所以嘛在讲有一挂法，这个法律的这个漏洞真多啦。哦，人讲的时阵啊，政府你有政策，也的时阵啊，下面呢有对策的，哦。那么车并非伊伫个使用哩，并坚称讲12日案发当天，伊伫个开客停车啦。那么伊小弟啊，伫个讲的时阵啊，迄时刚伫困啊，都有影哩。哦，咱拄仔嘛讲过啊，好、哦、啊，警察忙啊忙忙去因厝个咧，是讲个时阵啊，两个时阵啊，拢袂甲一网打尽，吼、哦、啊，嗯，奇怪，嗯，啊，敢若一个人伫个困啊，原来就是，那么因小弟啊哩，吼、哦，那么两个人拢好认，啊来涉案啊，鉴定比对罗姓兄弟啊，甲监视器。伊个即个影中人发觉讲，50多岁即个两个兄弟，啊，甲监视器个即个影像内面，吼、哦，差不多30多岁啊，个即个嫌犯哩，嗯，啊，即、這个面貌啥体型拢差足多，而且个阵啊，鉴定调阅到两个兄弟啊，即、這个手机啊，通联记录，吼、哦，发觉个阵啊，呢，对唔对？案发的迄一天，两个人拢伫个台中哩，哦，也无走啥物啊哩，哦，所以伊有无在场，伊的这个证明可信度真悬啊，是不是？但是有缘需要爱刑警局针对车伊的这个指纹，哦，啊，甲头毛啦，种种的鉴定报告出炉了后，才确定啦，哦，是不是安尼先？啊，当然啦、哦。啊！伊内面闹指纹，毋是因两个人兄弟啊，当然着搁排除啊哩，吼、哦！啊，内面闹一挂头毛啦，一挂啥物碗糕啦，对毋对？啊，一个检查，即个屁烂啦，啥物遐个痰烂啦，还是讲菌屎啦，
哦 ，DNA 检查，都唔是这两个人兄弟啊 ，DNA 呢？啊，这就当然百度啊嘛，是不是呢？那么由于作案车辆伫个顶个月才过户，和这个罗姓大兄的这个名下，那么伊是不是讲有帮助嫌犯的这个可能，嘛是检方调查的这个重点。将根据两个人的这个供述啊，啊继续啊来追查。那么另外这个行李炸弹案呢？那么鉴警台中查获四名涉案的这个男子了，来，咱甲看内容。那么引发社会震惊，伊的这个行李炸弹案，检警，那么过路监视画面了后，今日十四日，巡山在台中查获到四名涉案的这个男子了，目前正在这个侦讯中呢。那么侦讯了后，预计会伫个较晚以上，新北地检署啊来进行复讯。根据了解，那么检警认为讲，十二日透早起伫个高铁列车放炸弹，啊，甲相隔无到三点钟，故在立委罗家新。新北市服务处所发觉的这个另外一起炸弹，在成分、构造拢真类似啦。因为怀疑应该是同一个集团所做的。而检警嘛伫个追查过程中发觉，两名涉嫌的这个男子伫个放炸弹，啊！甲伫个走过程中，拢有人接应啊。显然背后有特定集团的这个主导运作。在过路监视器画面了后，锁定一台疑似参与犯案的这个车辆，并伫个十三日。在桃园来找到这个台车了。那么经连夜查访了后，检警今日下晡在台中市代理查获涉案车辆，伊的这个前后轮的这个车主，以及到两名赖姓男子，目前在身份中啦，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咱拄啊伫个进程伫个讲的啊，对不对啦？所以这就嘛使讲哦，这种新闻咧报吼，爱注意，就是咱拄啊讲的嘛，迄两个兄弟啊，这根本都排除啊嘛，你讲对唔对啦？来咱。搁继续了，所以伊这个案件吼，看看伊搁无厘头啊，真正搁无厘头啊，所以嘛在讲哦，你也看吼，即马的这个时代吼进步，犯案嘛是感官进步啊，对唔对？你甲看有一挂电影好诶，你甲看
迄有一寡吼，即个恐怖分子啊，哦啊，时阵啊，迄种电影啦，安怎的时阵啊，放炸弹啦，安怎迄款的啊，哦，对不对？哎，就是拢咧教人的啊。所以你想，你甲想看卖啊，即马。现在社会资讯这么便利，这么迅速，所以我常常在说，你教育如果没有很好来说，就跟你说啊，算说我们台湾还不错啦，你来看中东那方面的，欧美那方面的，你来想，不散时也拿枪在弹，你说对不对？后来咱啊差不多啦，时间吼，无就到这啊来个结束。咱这电话台北0229777138，台北电话0229777138。那么咱这个电话嘛是和董树林、丁青的这个电话吼，做你个利用过来。啊，无咱就到这做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